另外，因应当地的确诊病例出现，负责运送病患的消防局也正式启动了三级的防护措施。不过呢，10年前因应 SARS 进口的负压隔离救护车已经全部都报废了，现在只能够改装一般的救护车，来确实阻绝驾驶舱跟后舱的传染。 机场爆发 H3N9 疫情，交互型救护车紧急出动，而随车的救护人员也全副武装，穿上层层防护装备，全面对抗病毒。到院后，如果接触病人，我们会把第一层的隔离脱丢在医院跟第一层的手套。那我们手套。台湾传出确诊病例，北市靖国分队进行三级疫情演练，出勤人员内穿 C 级防护衣，再套上专业隔离衣，并戴上了三层手套和两层护目镜，最后再将手脚踝用胶布紧密封死，彻底杜绝病毒入侵。 回到队上，随车人员立即进行消毒和清理作业，任务宣告完成。不过 H7N9 来势汹汹，疾管局却舍弃抗 SARS 时期的负压隔离车，改用一般救护车改装而成的加护载送车，引发外界疑虑。负压车早期在90年代已经10年处于，那现在我们的车子就很简单，把它做一个隔离，就是驾驶舱跟我们一样做一个。那其实它的功能性其实没有像负压舱一样，就是把空气抽出去，然后把新鲜空气送进来。其实。 消防队表示，现用的加护载送车经过驾驶舱和救护舱的特别改造后，绝对足以应付4级人传人的疫情。而未来也会是疫情程度增派加护车，除了后送病患，也要防堵疫情全面扩散。